know you'll never lie. Tell me everything will be. 其实我对创作从来没有倦怠。我对创作从来没有倦怠过，因为我觉得创作是我势必要做的一件事情。后面这一趴，我觉得电的东西，我觉得可以凸显，就是比较工业感一点 ，OK， 就是像我们刚试的那个东西，你做，比如说哇哇哇，哇哇，对，就这个声音，好，不要哇哇哇，不要这样，哇哇哇哇，哇哇哇哇，对不对？哇哇哇。慢一点的感觉，汪汪汪汪，有一点那个东西会变成节拍被拉走，汪汪汪汪汪汪，这里有一点打到，哪里？这个，这里。这里，这个音，哦，这个。哆哆哆里啦，应该是啦啦，嗯。等等等等，就马上拉上去，太慢了，这边再拉吧，早一点拉。OK， 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你的需求。这样吗？呀，老酒吧嘛。别听我说，快看一看我。这个音色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等等脏一点。没有问题，那随便弹就可以啊。不要忘记弹原色就好，只要回到蓝色。在做的事情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没有变，虽然看起来好像做音乐的形式不一样，比如说像我以前是弹吉他，然后我写了摇滚卡农，然后我自己的说法，我自己的看法都是，哦，我因为写了这首歌运气很好，大家都喜欢，然后也让台北的唱片圈注意到我这个人存在，所以我就是幸运的有些老师就是愿意栽培我，所以就是带我来台北一起来做音乐。那现在我做的东西可能跟以前的音乐类型不一样，可是我觉得每个人本来就不同阶段喜欢的东西。那我相信Benny也是一样。我们其实，在那当下，我们一直都是做我们真的想要做的音乐，对啊。那我觉得只是因为刚好我们喜欢的东西，我觉得喜欢的音乐，我觉得音乐本来就没有分什么主流啊、独立啊、underground 什么之类的，没有这个差别。那差别只在于我们喜欢的东西运气比较好，有大多数人比较喜欢，所以变成我们做音乐，哦，人家看起来的
就是结果认识，我们在做的是主流音乐，可是其实上我们都是在做我们喜欢的音乐。在吉他 Hero 面前录吉他，根本就有点招式的感觉。这一段我帮一段你。不同颜色，请你就随意的绑在一起。那个世界狠狠的剪，因为你别想轻易的把它解开。多远